So hello, everyone, from your various time zones. 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 大家早上好，晚上好。我是这个纽约大学学院亚美法研究所的主任 Catherine。那今天呢，我们将请韩国专家谈一谈这个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韩国的实施情况。这是我们这个第三次进行关于 CEDAW 的讲座。前两次呢，主要是介绍了 CEDAW 和女性的财产权以及 CEDAW 在东亚的实施情况。我们把两次讲座呢都录下来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看，包括中英文的版本。今天的这个发言者叫吴金珍，她是韩国最大的女性组织的这个执行主任。她这个组织叫做韩国女性团体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呢是有28个这个团体组织，它的目标是实现男女平等，通过集体行动。那么它主要是促进这个性别主流化，促进这个韩国法律制度的变迁那么吴女士一直在这方面进行工作。在加入韩国女性联合会之前，她在其中一个团体组织工作，就是这个政治团结妇女组织。那么她在这个国际妇女团结网络上也非常活跃，我在这里认识了她。她在这个亚洲以及全球的网络当中都在促进这个女性平等。她曾在纽约工作，在那里这个吴金珍呢将给我们介绍一下韩国妇女运动在过去30年的发展情况。这个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也有些失败，尤其是男女工资呀有很大的不平等在韩国。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阅读的材料在 PDF， 包括中文和英文。如果大家希望更多了解韩国的情况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这些材料。那么最后呢，在我请吴女士讲解之前，我们将做一个这个调查。这样的话，我们了解一下大家的背景情况。第二个这个问卷就是你们对CEDAW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有什么样的理解？好，大家似乎都与对公约有所了解，但是很多人这个还是不太了解还有一半不太还有一半不太了解。好，很高兴了解到这一背景。好，谢谢大家参加我们的这个刚才的问卷。现在就请吴晶晶女士来介绍。非常感谢 Catherine 的邀请以及刚才的介绍。我叫吴晶晶，来自韩国女性团体联合会。今天我的演讲是关于韩国的妇女运动和当前的问题的当前的这个事项，特别是我将重点介绍韩国妇女运动迄今为止一直采用的向政府提出建议和要求的方法，包括如何积极利用消除公约的机制以及妇女和妇女运动目前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去年尹锡悦上任，我们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因为现在妇女运动遇到了很多反弹，新的政府呢非常不喜欢妇女运动，尹锡悦去年上台之后对妇女非常不友好。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韩国女性团体联合会，简称 KWAU。这是一个散状的妇女组织，它成立于1987年，一个散状组织，意思是下面有7个分会，
还有28个成员组织。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个一个结构就是这样，是个伞状组织，下面有很多分会成员组织。我们有很多目标，因为有很多成员组织他们在妇女权利各方面进行工作。比如说我们的一项重要目标呢，就是消除性别暴力和性别歧视，同时还有女性的劳动权利以及我们也帮助边缘化妇女，包括这个单亲妇女，包括这个流动妇女，同时我们也致力于女性的参政议政，同时呢我们还致力于促进这个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联合会呢它是一个伞状组织，有各种各样的女性团体和专家参加，其中主要一个目标呢就是加强女性团结，加强女性组织的团结，包括在地方国家层面扩大妇女的声音，加强女性组织的团结和采取集体行动。下面我简单谈一下韩国妇女运动的历史。在过去40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图上，韩国妇女运动呢是在与国家社会和国际社会的互动当中发展的，也发挥了一个积极的作用。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在这里在左边韩国在1987年实现了正式的民主化。那么在此之前，当然有一些这个争取妇女劳动权和人权的运动，即便是在80年代之前的独裁时期也是这样，但是在80年的后期之后，曾经为民主化和个人人权运动努力的前辈看到了统一女权运动的必要性，需要把女权运动统一起来。因此呢在1987年成立了韩国女性团体联合会。87年呢就是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年，在全球一级，韩国也通过了这个CEDAW公约，1984年消去公约通过。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么在女性人权方面，全球一级发展迅速。在1995年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妇女大会，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那么在会上通过了北京行动纲领，那么这是一个主要的政策工具。那么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呢就是性别主流化。大家可以看到，在国家层面，从1998年到2007年之间，我们有两届政府，98年到2000年初有这个两届政府做得比较好，促进了性别平等政策和法律框架的制定。同时在1997年，我们这个必须度过世界经济危机，通过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当时女性的经济状况呢是非常糟糕，这个经济权利遭到了极大的影响。同时在2001年我们建立了女性和家庭部，就是女权主义者的这个政治参与。大家在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国家实现民主化之前呢，也有一些女性组织即便是在独裁时期，有一些女性女权组织。在1987年之后，民主化之后呢，有很多这个女性组织开始成立那么在1990年代，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要求政府制定这个男女平等的政策法律框架，促进性别平等，这是女性组织的主要诉求。同时，女性团体还要求在政府内部设立性别平等的机构，专门处理性别平等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从1995年以后开始呢，就开始积极的利用国际的一些文书，比如说北京行动纲领。北京行动纲领呢，引入了性别主流化，作为我们在所有政策过程中反映性别的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同时呢，北京的行动纲领呢，还强调了要需要专门为妇女服务而设置一个国家机构。所以呢，从90年代到2000年初，有关妇女权利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呢，在韩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觉得主要的一个驱动因素呢，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妇女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而且呢还得于连续2届韩国政府相对支持妇女团体的活动。因为这2届政府呢非常进步，非常关注妇女的权益和妇女的议程。同时呢，我们还充分的得益于全球妇女权利规范的制定，所以呢，所有这些外在的条件为韩国内部在90年代整个妇女活动的发展呢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那么进入2000年之后，我们看一看韩国妇女运动又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大家知道，在国际层面，我们兴起了新自由主义哈、从2000年的后几年一直到现在，那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逐渐的兴起，在韩国也是一样的，国家层面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呢后来在韩国国内直接的结果就是产生了连续2届的保守派政府。这2届政府呢对于妇女议程和公民社会本身呢持相对敌对的态度，所以呢一直到2015年，性别平等方面的进步呢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妇女议程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受阻。所以从性别平等的发展来看，2015年之前这段时间进步不是很大，而且公民社会的整个活动开始收缩啊，女权运动包括妇女运动开始出现倒退的情况。当然从2015年以来呢，我们又看到一些积极的发展，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开始活跃。这里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呢年轻的女权活动家开始自我组织围绕着数字性暴力的主题开始开展活动。比如说2016年，当时韩国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就是一名年轻女性被一位男子滥杀。这位男子呢在韩国首尔的江南地铁站附近对这个年轻女性进行不断的攻击。事后呢这个男的表示说，我就是随机的选择女性下手。所以这场悲剧事件的直接导致韩国的年轻女性开展了大规模的女权活动，引起了轩然大波。同时呢在韩国全国范围内，我们知道那几年呢正值对于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腐败活动的调查，所以呢由此呢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大规模民间抗议。当然最终呢2017年朴槿惠被弹劾之后呢迎来了文在寅总统上任。那么文在寅总统呢是来自于一个相对比较进步的政党，他自己呢也自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因为他在竞选过程当中也是如此承诺的。所以呢女权运动的政治环境自文在寅总统在2017年走马上任以来又出现了积极的改观。
那么国际层面我们也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说女性权益活动有了新的一些发展，比如说2017年在全球刮起了 Me Too 运动。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一些年轻的女权主义者，不光是韩国，在整个东亚也有更加活跃的发展。这是从2000年一直到2020年期间的主要的女权活动。我们看从2000年之后，女性参政和参与决策是女性活动的主要议题事项之一。这个我之后呢再会用更多的细节来解释。另外呢，还有倡导女性作为包容性发展的代理人，这是另外的一个主要的议题。从2010到2020年这十年的主要议程，包括改变社会规范，缩小立法和实践之间的差距，来增进实质意义上的性别平等。之所以出现这样新的一些议程事项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在政策环境和立法环境上，从90年代一直到2000年初，韩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们有了一定的政策和立法来促进性别平等，但是呢，实际的生活当中呢，女性还是感到很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还有歧视。也就是说呢，我们有法律有政策，但是呢，女性的权益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改进，所以从政策到实践上还是存在不小的差距。所以呢，从10年开始，大家更多的开始关心我们如何去缩小立法和实践的差距，特别是这些弱势群体，比如说像单亲的女性家庭啊，或者是残疾人口，失业的女性等等这些弱势群体，特别强调他们的性别平等，如何能够有效的实质的提升他们的权益。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子议题啊，这里我没有完全的都列出来。那么这里呢，我简要的跟大家回顾一下韩国的妇女运动所采取的一些具体的斗争策略，包括国内和国际上利用了哪些工具。跟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韩国社会存在的户主制。在韩国社会呢，其实我们传统上还是一个父权社会，父权社会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这种户主制，这样的制度，这样的一种户主制呢，它实际上是男性主导的户籍制度，导致在这个制度之下，女性呢在多方面遭受了歧视，所以呢，我们当时妇女团体呢就呼吁废除户主制，这个是我们连续很多年主要的一个呼吁。当然最终经过不懈的努力，在2005年最终被废除了。在这个问题上，女性呢使用了多种手段和多种策略，比如说我们直接组织了各种街头的集会还有请愿，同时呢妇女团体积极的与不仅是妇女权益团体展开联系，建立网络，包括与律师、媒体，包括有影响力的 公众人物、政府官员和政治家等等，只要他支持废除户主制，我们都积极跟他们联系。大家看这几张图片哈，包括第一张里面这个男性站在第一排的，他是韩国的一位影星，我们把他也争取过来，为我们站台，来为我们造势。所以呢，他也跟我们一道来参与这种街头集会和请愿，所以也感谢他的参与。普通老百姓才更多的关注了我们妇女团体的这些诉求。
同时我们还让国会的政治家参与，因为其实真正要去调整这个制度，还要涉及到后期的修法和立法，所以呢，我们要让国会啊这些直接参与立法的人能够支持我们。所以呢，妇女团体，认为我们特别急切的需要去扩大在议会当中女性政治家的人数的数量，因为我们知道女性呢，当然她会更多的愿意支持女性团体的呼吁，因为最终呢是这些议会的成员他们来投票去修法，来直接的影响我们妇女的处境。除此以外，我们还积极的利用国际机制，比如说 CEDAW 公约。那么批准了校区公约的国家呢，我们知道按照要求应该呢去修改国内仍然存在性别歧视条款的国内的法律和政策。所以这是 CEDAW 对他的要求。那么韩国国内的妇女团体呢也积极的利用 CEDAW 来要求韩国政府去兑现他在公约下的承诺，充分的对 CEDAW 公约履约。那么韩国政府因为已经在20年前就核准了，接下来跟大家去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如何通过策略来争取国家议会有更多的女性政治家参政人数。刚才我说了，女性在去积极的呼吁废除户主制的这个斗争过程当中呢，其实联系到了一定数量的女性政治家，但是呢我们觉得数量远远不够，因为议会在立法过程当中发挥着很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增加议会女议员的代表数量。所以呢我们后续的妇女团体就采取了提升从政的女性性别配额水平的一个策略。这个性别配额制度呢是我们找到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我们找到了由300多个组织组成的民间社会联盟，通过组织研讨会向议会去提交请愿书，包括游说各个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来制定这个议程。那我们在2004年大选政党的期间呢，积极的去提升潜在的女性候选人的名单。另外呢，我们当然希望去提名女性政党领导人，但是呢，现实的一个困难就是有意愿参政的这些女性并不是很多。所以呢，我们自己呢，积极主动的去物色这些潜在的人选。所以我们通过很多方法游说党派，这个提交动议来这个提出我们的要求，增加女性在议会当中的代表权。1990年最主要的是建立了性别平等和家庭部，这是我们的关键策略。当时女权运动团体认为这个法律政策框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机构专门用来促进性别平等实施这个刚刚通过的那些女性法律和政策。因此女性组织要求建立性别平等和家庭部。当时我们使用了这个北京行动纲要作为我们的武器，因为北京行动纲要提出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机制来促进女权，促进男女平等。当时女权团体使用这些联合国的机制来促进
这个女性赋权向政府提出要求，当时政府是比较进步的，那么他们是希望促进女性平等的，因此建立性别平等部这样一个举措，实际上是由女权主义者提出来的，同时政府官员呢也给予了支持，受到了进步政府的支持。现在这个新任的政府呢，希望这个关闭这样一个部门。我们认为，这样一个部门被取消之后，不仅仅是减少一个政府部委的问题，而是一种女权的进步和女权的退步，因为建立这样一个性别平等部本身是这个体现了女权运动的成果。现在我们这个强烈反对尹锡悦政府倒行逆施。那么在政治参与方面呢，韩国进展非常快，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韩国国会当中女性从政人的比例增加非常快，在市议会地方市议会方面女性代表增加也非常快。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我们的采取的性别配额制，在议会当中政策的变化，从2012到2014年，以及现在2023年，女性在国会当中的参与率仍然是 19%， 没有变化。如果看看地方政府的话，在市议会方面女性政治家的比例只有 14%， 在地方议会，市议会是 14.8%， 地方议会只有 25%， 这是2022年地方选举的结果，这是最近的一个结果。大家可以看到，从2000到2012年进展非常快，当时主要是采用了性别配额制，但在此之后12年之后变化就不大了，在女性参政比例方面进步就不大了。当然这个配额制呀，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些时候是强制性的规定，有时候不是强制性的规定。那么女性团体在努力改变这样一个规则，这样所有的配额制度都变成一种强制性的规定，因为现在有些是推荐性的，如果是强制性的话，那么政党领袖就必须遵守了。但是现在呢，还在努力奋斗，因为现在的总统他们认为这个配额制啊对女性的照顾太大了，它是一种反向歧视，是歧视男性，尹锡悦政府这么说。现在这个女性政策在倒退，女性法律在倒退，这个性别配额制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是一种反女权运动的一个例子。所有这些这个政策框架我不会详细介绍，这都是过去30年来女权运动取得的成就，这是我们在法律政策方面的一些进步啊。从1980年代到2020年，大家可以看到，从90年代到2000年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法律政策出台。在这里我带领大家看一看今天女性运动的情况。现在有很多新的发展，新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10年当中，我们在女权和民权运动方面有很多发展变化。从08年到2016年，在两届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女权政策没有得到强化，反而得到了弱化，而公民社会生存的空间也在缩小，因为
这两届保守政府不赞成公民社会的发展，不赞成女权运动。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发起了一个烛光民权运动，主要是朴槿惠呢当时被弹劾了，我们发起这样一个运动，这个朴槿惠总统弹劾，女权主义文在寅总统上升。那么2018年的话又出现了一个 MeToo 运动，年轻女权主义者的影响增加，所以这是两个重要的变化，一个是女权主义总统上台，一个是 MeToo 运动。在两年之后呢，2022年反女权运动的尹锡悦总统又上台了，所以这期间发生的变化很多。2012年就是去年他上台之后，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在很多领域尹锡悦总统都在退步，在女权方面都在退步。在我介绍详细情况之前，我在这里呢强调，在这个尹锡悦之前的一些发展。一个呢就是2017到2012年期间，年轻女权主义的影响在增加。我刚才说过有几项重要的发展，就是年轻女性主义者，有几个导火索。一个呢就是一个2016年有一个年轻女性被无辜杀害在地铁站，另外一个呢就是消除这个性别暴力的运动。我们有几项重要的事件在性别暴力方面，一个就是年轻的女性主义者呀组织了起来，进行抗议示威，他们使用很多的方法来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诉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民间社会，从而导致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变化，包括这个性别暴力方面政策变化。同时呢也在全国开展了一个 MeToo 运动，涉及到各个工作领域，包括政治领域、体育、娱乐等领域。这 MeToo 运动实际上导致了很多变化，在政策框架方面有很多变化，比如说建立在八个部门建立了专司性别平等的办公室，同时推进了关于性别暴力的法律和政策及其修订。同时我们同时这个2019年宪法法院这个裁决禁止堕胎的法律规定是违宪的，要求这个政府呢2020年修改法律，所以这些都是积极的发展，年轻女权主义的推动的积极发展。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反弹，尤其是年轻男性，他们不认为女性受到了歧视，反而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有一些这个年轻的男性政治家，他们认为男性是逆向歧视的一个是受害者。在这里有一个男性，他叫李经锁，李经锁他是这个政治反弹的一个代表，他以前是一个保守党的领袖，就是现在尹锡悦的那个政党，他以前是领袖，他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反女性主义的这样一个情绪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尤其是还有其他一些男性群体，男性群体他们认为男性呢是反向歧视的受害者，
妇女团体就发起了非常强烈的抵制。但是呢，这种抵制呢，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去年十月份，也就是2022年10月，在执政党全体议员的支持下，向国会呢提交了这个废除性别平等和家庭部的改革法案。但是呢，这个法案呢最终没有被正式的采纳。就是今年二月份这样的一个提倡废除性别平等和家庭部的提案呢未被纳入新的立法，所以没有正式落地。所以这个算是我们一定程度上的取得了成功和胜利。但是呢，我们还担心呢，明年四月份可能还会有大选，有可能这些反女权运动的思潮，这些执政党、保守党还会卷土重来，继续煽动社会上的反女权主义的选民，来去让这些年轻人，去反对女权运动。所以，妇女运动在阻止这个废除性别平等和家庭部计划上采取了哪些策略呢？首先一个呢是建立了韩国的 CSO 联络网络，这个是我们韩国妇女联合会牵头成立的一个联络网络，现在已经有超过900个组织参与其中。这些900多个组织呢，其中有很多妇女组织，还有工会，还有人权组织，还有其他的一些公民社会的一些组织。所以我们是希望把整个联盟的网络做得更加多元，更加强大，不仅包含女权运动的组织，还有其他背景的组织。因为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广泛的联盟向政府表明，其实取消性别平等和家庭部不仅涉及到女性的权利，而是所有韩国民众的人权。所以呢，我们尽可能的扩大这样的一个联盟，联合整个公民社会和我们一起战斗。同时呢，我们还组织了几次全国性的集会和网上的请愿活动。我们还拜访了每个单选区的议员办公室。因为韩国妇女联合会，我们有很多的成员组织都是在基层，在韩国社会分布在各个基层，所以呢，我们发动这些基层的会员去直接跟我们在驻扎在基层的议员去对话。比如说我是某一个社区的居民，那么你是这个社区的议员，如果说你想将来我下一届还选你代表我们这个社区，那你就得重视我的意见。所以我们是充分的发挥我们基层的代表的选票，手中的选票的影响力，来跟这些议员一个一个的去对话。同时呢，我们在社会上还开展了多样化的性别意识运动。因为去取缔性别平等和家庭部会直接对社会呢产生很多负面影响，但是呢，普通的民众，其实他对于背后的一些细节呢，并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对于普通的民众开展教育，比如说我们印发一些简便易懂的
手册、宣传材料，来跟他们清楚明了的解释为什么你要反对取缔性别平等和家庭部。另外我们还积极的团结国际力量，比如说呢，积极的利用国际上的机制，像 CEDAW、像我之前提到的1995年北京第四届妇女国际妇女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纲领，我们利用国际议程为我们背书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以此来说服国内政府的官员来使用这些国际的机制，要让他们认识到这不仅仅是韩国国内我们女权运动团体的声音，而是国际上大家的一个共识。另外我们还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展联合声明，另外还在国际媒体上刊登一些批评尹锡悦政府的反女权政策的一些文章。这是过去的一些集会的现场照片，还有我们印发的手册和网络的请愿活动。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尹锡悦政府他的反女权政策目标究竟有哪些。那么这届政府呢，其实总体上对女性的认识呢，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女权权益的所有者，而是人口政策的工具，或者是一个被动的消极的受益者。所以在当前的整个政府政策框架，甚至是教科书里面，都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删除了女性、性别平等和多元化这样的措辞，而是取而代之的是用了比如说幸福啊、家庭啊这样的词。在之前的几届政府呢，其实是有一项政策计划是想要去审查修改刑法里面对于强奸这个罪名的定义，里面呢考虑到要把未经同意作为定义强奸的一个核心的要件。同时呢还有一个计划呢是修改家庭法，来去反映不同类型的家庭，比如说单身家庭啊，或者是同性伴侣啊。但是呢这两项修法的计划呢，在当前这届政府被搁置了。而且前面我还说了，尹锡悦政府还承诺呢，要通过修法来去加大对于诬告性暴力犯罪的惩处力度。那他背后的用心呢，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直接的和我们的性别暴力法、反性别暴力法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同时呢，从他政府的结构上来说呢，不承认韩国社会存在系统性的性别歧视，而且呢，认为法律和实践之间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认为性别不平等是个人的事物，不是国家的问题。而且呢，尹锡悦政府认为我们韩国的政策已经做得很完善了，这么多法律，这么多政策，就证明我们韩国是一个男女平等的国家，它是这种逻辑。所以这个是他的一套逻辑，他认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的法律政策，韩国我们男女是平等的，我们不存在性别歧视。这是当前尹锡悦政府的一个基本的意识形态。另外，当前呢，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机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之前的几届政府，至少我们政府和公民社会呢，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合作的。比如说呢，立法啊，还有制定政策的过程当中，政府
会积极的邀请公民社会参与其中，比如说邀请公民社会的成员来发表意见。通过这样的过程，政府可以保证自己能够倾听到社会上的真实声音，来以此调整自己的政策，让自己的政策框架能够有更好的实施。但是呢，本届政府中断了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因为本届政府对于公民社会呢，总体上是持不友好的态度，同时呢，打压工会，因为尹锡悦政府认为公民社会和工会是一小撮所谓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所以呢，现在的公民权利，比如说言论啊、集会自由，受到了一定的威胁。最为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政府在大规模的监控商业政府放给公民组织的项目补助，这就是说，他们希望，这个证明民间社会组织有问题、腐败，滥用了公共捐助资金，所以让人们不要相信公民组织或者是打击工会，为了栽赃，可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政府对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监控。最后一点，就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施政理念之下，人权价值观念成了所谓的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少数的群体有了配额、妇女政策、这个对男性造成伤害，那么这些少数者呀，不劳而获。比如说配额制啊，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只是给妇女好处，这不公平，因为他们不是最好的，还是能够得到配额，还是能够被一个政党提名，即便他们不是最优秀的，这就是所谓配额制的实质。他们认为，所以不应当照顾妇女，应当平等。那这个韩国现在男女权运动情况怎么样呢？目前呢，法律政策过去30年发展迅速，我可以说相当成功的，对于女性运动者、女权运动者来说，这是相当好的。同时呢，在这个民间社会的力量方面比较强大，尤其是女权主义的力量。但是韩国呀，在经合组织成员当中，男女薪酬差距是最大的。同时，我们的这个玻璃天花板指数也是垫底的，在世经论坛发布的性别落差指数当中，排名第99，总共146个国家。那么法律规定和这个现实差距太大，这种面临一个困境。同时，在那个人们总是认为，政策方面的确立就等于真正实现了女性平等，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政客们呢，蓄意利用反女权主义的情绪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那么现任政府呢，在性别平等和人权方面呢，可以说是倒行逆施、退步。这是目前女权运动在韩国面临的挑战。那最后提出几点思考吧。如果看一看韩国女权运动的历史的话，以及韩国性别平等政策的发展历史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谁掌握权力，很显然会影响到性别政策的制定。掌权者很重要，保守政府下，他们不认为进步的女权组织是政府智力的合作伙伴。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受到威胁，女权主义组织
没有办法有效的开展工作，推进自己的议程。因为民间团体没有办法开展很多工作，如果政府比较保守的话，因为获得捐资助啊，现在很不容易。但是，如果一个政府比较进步的话，为什么比较进步呢？即便是所谓进步的政府执政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还仍然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斗争，我们必须进行斗争。但是相比较而言，这些所谓的相对进步的政府呢，它做的比较好，这个民间组织的活动环境啊稍微好一点，好一点，至少是在当时啊，民间社会组织是这个被认为政府的合作伙伴啊，政府有事会咨询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制定政策法律的时候会咨询这些组织。但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即便是在进步的政府之下，女权问题呢也不一定被认为是个优先事项。比如说通过反歧视法维护 LGBT 权利，正如刚才所说的，在这个县政府之前，我们有文在寅这样一个女性主义总统，她做了五年，但是在这五年当中啊，女权组织、LGBT 组织，我们确实做了很多努力来这个促使国会通过反歧视法，但是国会还是没有通过。还有性别暴力以及对这个地方政府首长侵犯妇女权利的问题，这些地方首长呢也是所谓进步党的，所以女权主义的视角并没有被政府当作一个优先事项，即便是这个政府呢比较进步。这是最后一张幻灯片，一个结论。我们如何进行合作，如何共同努力，在东亚地区建立性别平等运动的一个联盟。如果谈一谈东亚地区国家和地区的话，包括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香港特区、韩国这五个国家和地区，这五个国家和地区啊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这五个地方经济发展都比较好，我们没有用这个西方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因为这五个地方这个本身经济就比较好，不需要外来援助。同时社会问题也比较相似，包括出生率低社会老龄化。这就是说政治家、政府官员要制定很多政策来解决低出生率的问题，但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女性啊被用作一个政策工具主要是这个人口政策的一个工具。同时女性也被当作一个照顾的这个照顾别人的一个人，因为社会在老龄化，需要人去照料。我们如何来实施照料的话，如果实施照料那么女性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同时这些地方呢都有一个父权制的传统观念和性别歧视的这样一个历史传统，所以我认为
在国际团结方面还面临着很多挑战，还有很多问题。我的希望是，我们可以开始。当然，我们已经有很多这个合作的机会。今天的会呢，就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建立联系，来让我们共同分享我们的经验、教训、方法。所以非常感谢，我在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请大家踊跃提问，如果有什么评论，我也非常欢迎，感谢大家。谢谢吴女士所做的全面介绍，给我们在如此短的时间提供了如此多的信息。我们在讲的时候呢，那么你谈到韩国的这些趋势，我非常熟悉。即便是韩国社会看起来与美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跟我们那里的历史很像啊，跟东亚历史很像。那么这些大的趋势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我从聊天里边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大家都了解了。比如说否认需要进行这个女性运动的支持，因为已经通过了法律，不需要再支持了我们法律已经改了，所以不再需要做任何事情，我们已经平等了，这是很多国家的一个状况这一点呢也各国都是一样的。同时你也刚才也说人和平权行动都是所谓的反向歧视，影响了男性的权利，支持一个群体就等于损害另外一个群体，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论调。这些论调啊是非常常见的，在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女性团体需要继续携手前进。你刚才提到很多具体的办法策略，多次提到团结，包括国内的团结以及国际团结声援。我想请你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如何促进国内国际团结。比如说去年秋天你的组织在这个反对取消家庭部的时候，你说跟其他机构进行联系，包括律师、网红、媒体跟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取消政府这样一个女性平等部门、男女平等部门。那么你们向他们是怎么说的？你告诉男性理由是什么？为什么应当支持女性主义运动？一些人也在聊天室里边问，那么你们提出的论点是什么？向男性这个寻求支持的时候好，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女权组织啊目前也在讨论什么方法最有效，怎么能够来说服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如何说服他们让他们支持我们的事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在国际策略方面，尤其是如何防止取消这样一个家庭部的问题，我想我们的国际策略呢还是比较有效的。因为在上一次讨论当中我们说韩国政府啊非常注意所谓国际形象国际形象。所以呢你一旦跟他们提国际
公约，你跟他去摆一摆国际上的现行的一些通行的做法，包括这样这些运动，那么政府呢他就看到这不是我自己出于个人的一个利益来搞起来的一个运动，而是基于普世价值的，而且这些普世价值呢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让政府看到了，比如说像 CEDAW 公约，包括人权公约，包括一些国际法律当中都认可的。那你这样去跟政府去沟通的时候，韩国政府往往呢他更有可能去听取我们的意见，比我们直接的去跟他提各种诉求效果要好。因为韩国社会当中的女性运动团体往往呢大家会觉得我们是只关注女性自己的权益，说我们只要权利不要义务不要责任，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说辞。所以呢我们通过用国际文书给我们来背书，就能够有力的去回击这样的一种说法，让韩国政府看到这是国际协议当中的逻辑。因为韩国政府呢他一看到是国际上的这种普世的做法，那他也愿意在国际上建造一个比较先进的形象比如说我们韩国政府也在保护人权上不甘示弱不甘落后，那他有可能去听取你的意见。特别是有一些男性他对于女权主义的诉求并不特别清楚的话，利用国际的人权议程包括这种语言跟他们去沟通就更加的有效，利用国际的这种人权的公约来做工作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好，谢谢。那我们其实在聊天窗口呢有很多的问题，还有一些呢是在会前我们也收集了一些问题感谢大家踊跃的参与。Amy 你要不从里面挑几个念一念。好的，没问题。女权主义现在在网上呢大家讨论的很多，但是呢我们同时又看到好像是雷声大雨点小，女性权益仍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女性地位仍然不高，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我觉得社会的变革呢其实是需要时间的。那现在尹锡悦政府之下他至少上台要干四年，也就是说呢这四年至少韩国国内女性运动会遭遇很多阻力。所以呢女权运动呢还是要有足够的耐心要通过跟普通民众做工作来一点一点的推动这些积极的变化，所以这个确实需要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耐心。当然确实反过来的女权主义很受关注，这个也是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年轻的一代，他们能够在网上组织更大规模的运动，这些年轻人更加擅长，而且呢他们也参与了这种 Me Too 活动，在韩国社会开展的规模也很大，所以呢女权主义这个话题很热，而且呢年轻女性
他们也设置了很高远的日程和目标。很多年轻女性，她们的意识更好，她们经历了歧视，经历了暴力之后，她现在能够认识到，这不是她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是需要我们积极去改变的，需要政府，需要政客去做出响应的。但问题呢，就在于说，现在女性和男性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上还有不少的差距，男性总体的意识较差，特别是不同的年龄段，这个年长的男性可能更为保守，所以这也是一层障碍。所以回到之前 Catherine 她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女性运动，我们要团结更多的力量，特别是那些还尚不了解女权主义的，甚至是对我们抱有敌意的这些人，我们要积极的宣传，去主动的邀请他们开展对话，跟他们接触。因为女性运动呢，我觉得至少眼下的四年，可能会收缩。我们需要很多的资源上的支持。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回归到最基础性的工作，去做宣传啊，跟普通的民众去接触对话。好，谢谢。其实你也回答了下一个问题啊，因为有的人问说怎么样让男性参与进来，同时如何让其他的女性也参与进来，因为女性呢可能她有时候也会反女权，比如说女性可能会对他们的同性使用一些歧视性的语言，所以刚才你也说了，要跟这些普通人去更多的对话。但还有一些问题呢，是说关于选举和选票，因为你说了反女权主义呢成为了政客利用的一个工具，希望能够吸纳男性的选票。但是呢，我们看像千禧一代，他们在投票的时候，男性和女性的投票占比，或者说参与投票的占比是怎么样的？像 Peterson 教授提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说女性参与投票的这个程度不如男性啊，才导致说反女权运动被政客利用？是你提到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很悲哀啊，因为明年四月份会有大选，现在有的人说呢，去废除性别平等和家庭部，可能明年四月份还会再卷土重来。但是现在呢，他们的支持率很低，大概降到了30%以下，所以尹锡悦上台不到一年，他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30%以下，这个跟上一届政府相比，他的数据掉的还是很难看的。所以呢，尹锡悦政府的这种执政党啊，他有可能明年会更加变本加厉的去煽动反女权主义的选票，因为过去呢，他这个策略是有效的，因为他们除了利用这个反女权主义，好像没有其他的有效的手段。所以他唯有利用这种争议性的东西挑动反女权的这种神经，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争取到更多的选票。所以我个人觉得明年有可能他们会变本加厉，因为上一次他们利用这个确实成功的取得了更多的选票，对吧？他承诺说要取缔这个部门然后呢果然就当选了，所以明年有可能会尝试复制这样的一个策略。所以呢，女权团体非常的担忧明年四月份的这个普选。但是我们也在想也有反对党，相对来说呢是更加进步的一个政党，当然它也不完美。我们目前的一个想法
就是让反对党跟他们说，2023年了，反女权运动已经不管用了，因为在韩国国内，我们刮起了一阵 Me Too 的运动，有年轻一代的女权主义的斗士。所以，跟你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也相关，现在女性参与投票的占比其实超过男性的，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她们会去投注站，去投票，去参与投票。所以呢，我觉得从政的这些政客们要引起他们的重视，因为年轻的女性手里攥着很多的选票，她们是真的会去投票的。那么你就要充分的尊重人权，这些国际的普世价值。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想要采取的一个策略哈。明年的大选呢，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重视。好，谢谢。另外我们还看到很多的问题，就是问到了我们如何参与，比如说作为国际层面，我们如何开展更好的合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基于您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对于中国的女权运动或者女性权益组织有哪些建议？去年呢，我们组织了一个国际 NGO 的联合宣言，大概邀请到了100多家 NGO 签署了这个联合声明，而且呢，被媒体广泛报道，也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所以我们觉得这是很有效的一个策略，就是借助我们国际的人权网络来支持韩国国内的女性权运动，所以我觉得未来4年，我们应该还有更多的这种国际合作的机会，不光是女权组织，包括其他支持我们的这些组织和政客也好，可以再去参与我们的这个联合宣言的签名活动。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也要更多的去提供像今天这样的平台和机会啊，来去分享我们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我们非常希望了解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议题，也希望与你们进行合作。如果我们对你们有帮助的话，请与我保持联系，建立这个网络，可以给我写邮件啊，我们可以共同分享想法。非常感谢吴女士，这并不是说我们对话的结束。我非常高兴，我们这个会议啊，就是一个分享方法的一个会议，就是韩国女性主义的团体和其他国家女性团体分享经验的一个场所。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论坛上，向韩国的女性主义团体呢学习他们的经验。非常感谢吴女士所做的这个发言，内容非常丰富。非常感谢诸位与会者所提出的问题，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在大家这个离开之前呢，大家可以帮助我们，填一下这个问卷。看一看，对这个是不是满意？同时提出一些建议，保持联系，我们可以共同推动女性运动的前进。要改变一个社会啊，正如吴女士所说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好，我们向诸位表示感谢，下次再见。好，谢谢，谢谢大家，感谢你们的聆听。我非常感动，你们对韩国这么感兴趣，我非常感谢，谢谢。Thank you.